失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第几次失火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我是玩乐游乐园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捏出来的安驾新成员，来看一下他们现在过得如何。那个内部装潢呢，我稍微再改一下。居然有人去收衣服了，好感动。之前我很少遇到那个小人会很主动去收衣服欸。哇，丽娜很主动欸。马克对他熟吗？啊、他们怎么？他们很哎、欸、不，他们很会聊天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怎么冰箱又坏了啦？哦，这金属是安怎啦？获得的灵巧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马克，拜托你了。穿那个靴子应该不会被电到吧？红衣服，他们什么时候变这么自动啊？之前那个随机生成的那个个性啊，然后他们都很被动，大家根本就没有想要洗衣服。来哦，来哦，打乒乓球，来看看谁会赢。我觉得室内就要放几幅那种图画，会看起来比较有生气一点。又一场乒乓球结束了，所以是谁赢？优胜者哦，理查德赢嘞。马克输了3-1。哇，好主动哦，看得好感动哦，我的妈呀！要去找那个理查德，在哪？欸，理查德认识他吗？跟他熟吗？好像还好，但是他们算同事啊。对，他要练习耶。哦，演员真的很忙耶。欸，你干嘛要转弯？尴尬。一开始都这样啦。没有关系的。欸，他们打起乒乓球了，谁会赢？穿高跟鞋打乒乓球，谁赢？丽娜赢。什么新来的都这么厉害？我刚刚是不是有看到有人在外面啊？这谁啊？哦，摩根。啊，不然你来认识一下好了。
做个蒸汽浴放松心情。其实小人可以一起去 SPA 馆、欸。这谁啊？维托莉莉丝。但要认识啊！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要不要进来啊？进来我家。我才在想说，为什么那个吸血鬼都没有来？想不到就被我召唤来了。说猴子笑话，失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第几次失火啊？烦不烦啊？怎么都在失火？哎、欸，真的很烦哎、欸，是怎么回事？周杰崩你啊！哦，这样就要13000，天啊，好糟糕哦！第三次失火哎、欸，你来调制饮料好了。调一个最爱的饮料，不要再火灾了啦，烦死了！每一集剪接完，然后就说怎么又要火灾？这是什么饮料？扳手？那你来喝喝看。吸血鬼喜欢哪种书？什么？他讲什么笑话？喜欢哪种书？他们真的能把牙齿咬进去那一种书，什么意思？啊，莉莉丝帮我们收衣服，怎么人这么好？谢天谢地，火灭了，有比这个更惨的吗？超惨！哎、欸，我不明白、欸、为什么是这个地板材质有问题吗？我来偷看一下，低防火性啊，难怪。怎么莉娜开始想要进入更高的学府就读，使用下面的大学选项或者电脑查看。你要去读大学哦？卢克喜欢跟他聊天。眼前有金发辣妹，谁不要啊？那他去读大学，那不就……所以他要离开我们了、喔，申请大学啊！他顺便看一下奖学金好了。对爱马科博，为什么要对爱马科博？现在卢克真的很奇怪、欸，就是那个谁，伊维搬出去之后，然后就要对别人科博。给大学捐款以提高机会，这是贿赂的意思吗？他现在挑逗嘞，马克好难得挑逗、哦，哇，罗莎碧玉好喜欢来哦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哎、欸，罗莎碧玉为什么有我们家钥匙？马克跟罗莎碧玉比较有话聊哎、欸，啊，不然跟他调情好了啦。送上玫瑰，试试看。来看这一组，我要转哪个方向？哎，哇，回礼耶！赞美一下。调情，哇！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要去哪？跟艾玛打乒乓球？你们真的很随意耶、欸！碧玉意外成为我们那个
马克发展的新支线。谁赢？艾玛赢，然后马克输，3-2，乒乓球挑战模拟市民，然后你们一起玩好了。还有谁啊？这样1、2、3、4，四个人好。练习不用练习了啦，你刚刚练习够了。碧玉好好哦，帮我们来洗衣服哎。清扫游戏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刚刚都还没开始玩哎。玩都没玩是怎样？明明就有床，然后不去房间睡觉，睡在这里。好啦，今天直播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来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